好，那刚刚那个接起来，其实，这东接一个西接一个，其实是找自己麻烦了。那个这样在自己的操作上面很辛苦，所以我现在会把它打断，然后再回复到单一的控制盖一条控制器。好，OK，那打断呢又要再回到 Y parameter 的这个好 parameter dialog，按望远镜找到这一个。按另一个望远镜找到它对应的这个打断，disconnect，这样子它们的连接就断掉了，连接就断掉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删除这一个啊。如果用这个选取模式选到它，这根可以删除了。那这个呢，就现在没有人控制了，又可以旋转了，好，又可以转了。这边也是，我也要先暂时跟本体打断。Animation, Y parameter, 望远镜找到 disconnect 打断它，那现在又可以控制了 好，那本体上有个参数，现在暂时拿掉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做这样？因为想再加一下新的东西，把这个的上半截选起来。Detach，OK，好，那先不要这样好了，我先晚一节做，先把这里做一下处理，比较好看。然后是OK，这样可以了。把它搬下来一点点。其实刚刚应该只要切一条搬下来就好，现在做了两条，好，有点多，那没关系，改成这个面，移出。好，那移出的时候要选 local normal。负值的向内一点点，这样好一些。哎，OK，好，那再来切断。切断的时候你要切这样或切上面一点都可以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只是要弄，看起来中间有个轴而已。上半身，然后 body keep OK，好，名称都有了，所以上半身、下半身分离，改成把盖子 link 在上半身上。那所以我现在上半身也可以做左转右转了。好，就是慢慢的啊，一点加。那我先把盖子隐藏起来，因为我要在里面塞东西。High selection，这个我们上次有做一个结构在这，虽然这个没有影响哈，你要让它好看一点，就是顶多就是做里面的结构再往下伸去一层啦，就是现在它应该是。平的吧，有了，好，哎，我做什么事情哈？我把这里面那个面 insert 一圈以后，用次物件的这个面去做球形化、球体化的参数，那因为它是平的，所以它就变成圆的，这样子而已，只做了这件事。那就是因为我很熟悉这些指令的关系，所以我会想到说，哎，我可以用球体化指令把平的选取的平面变成圆的平面。好，我就做了这件事。那再 convert 成 poly，整理一下网格，这几个可以 attach 在一起。看一下，
可以整理得更好看一点啦，不过就先这样子就好。他 get wild。这个整理的动作是看见仁见智哈，你不整理物件一样可以用哈，我只是习惯性的比较机车一点，要整理一下。OK，好，可以了。啊，这个面就更完整一点点，一触下去。好，那我就有地方可以放结构了。这只是干这件事情而已，我只是要做，等一下我可以放个东西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当然可以放，我想要做个伸缩的结构，好，一个伸缩结构。那我也可以放连杆，也可以做，用这个方式做。只不过呢，这里我要讲另外一个功能，所以我就不用单纯的，不再用一次这个方式，因为这只能做两根。我想要做好几根的，咚咚咚咚咚，好几根像汽车天线那种结构伸出来。所以在这里再选一次 thin 的，好，先做一支出来再说，先不管在哪里，先做出来。粗细大概这样，这样，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？差不多，segment 不用。那移动，复制，先我先看一下高度够不够用途，要多少根，拉出来这个高度，然后每一只越来越细，所以第一只如果是18、16，16不够细，15。12、9，再一根，OK，6，好，所以现在会得到这种东西，等一下呢，这个整个我就是要让它从这里面门盖子打开就咔咔咔咔咔出来，就是要做这个操作，好，那。每一根的长度是不是一样？没有影响。我先设一样，因为这样等下比较好控制。就是先设一样的数值，我等下在做位移的参数的时候，我比较容易抓。比方说每一根只能移动20公分的话，那它就会有5公分插在内侧，这样比较好操作了。好，所以你当你做完这个以后，把它们先全部 link 起来。全部 link 起来，好，我有一点点要调整，一个一个来，子物件、父物件、再父物件、再父物件、再父物件，好，这个呢，我要用的就是这一个东西，HD solver，要用到这一个，好，跟 HI solver 不一样，这个会用 HD solver，好，那等一下再来看，我先把它们全部接好，然后参数设好。这样差不多了，OK。那已经接上了，所以这一个回度高度可以回到零，这样一个一个过去哈，因为这是父物件带动子物件，所以你要把父物件带过去，子物件再一路带过去，一路带过去。好，那我们让它比较好操作，所以每一层加一点点高度，27。那已经有链接了，选不到 page down 就好了。哎，page up page down 为什么失效了？有，可以 page down 一层，刚刚27，现在29，再 page down，31 page down。33，这样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得到这样，最后一层多一点，这样，好，
你可以先连着弄都可以，或者先做完这一堆再把它连在一起，就是我要这个形状的。那也没有一定要圆的哈，你要做方形的也可以，做心形的也可以，甚至于其他怪里怪气的任何怪形状都可以做这一件事，因为它就只是一个各自连接的结构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下一个操作了，我要先把这个东西搬到这里面放了，好，所以，哈，还是得整理这一块，比较好处理，delete 掉，cap，insert，cap，好，这样就好整理了。为什么做这件事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只要这个点，我要那个点，因为这个东西的 pivot 在底部的中心。只要对齐到这就好了，对齐对齐，轴向对齐，移动，那抓抓抓，没抓到，抓不到 pivot，有抓到了，然后往上拉，到了。这个操作如果你觉得这样直接上来有点难，你就是从先把它拉到大概的位置以后再来对位置，好，这样就会对上。所以这个盖子里面有一个这种结构完成。好，那它的连接是 animation、IK solver、HD solver 子物件到父物件，一样是这个结构。但是出来以后先不要碰它，都不要动它，因为目前它的状况会是乱七八糟的结构，就是你现在动都没有反应，好，现在动都没有反应的，好，先到这边。